OK，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用户管理这块一个我们称之为扩展的一些知识点，一个是 Load Shell， 一个是 Login Defaults， 一个是 Sudo， 啊，三个概念。首先这个 Shell 这个东西呢，好多人其实不明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我新建一个账号，我现在找了个虚拟机，因为我不敢使真服务器啊，那个搞坏的话你们就看不成视频了。我们建一个用户，我看看一个用户存在不存在。 Alice Yes 不存在，好吧，新建个用户叫 Alice， 这个时候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 shell， 我给它一个密码，简单一点，一是吧。然后我再建一个账号叫做什么 Jack， 后面是 sbin no login， 注意 S 是不是 shell，这玩意儿放到用户的前面也可以，是不是？很多时候选项放到前面可以，但是不能这么放，不能把 S 光放到这儿，他俩是一起的，他俩是一个队伍，你不能拆散他俩，是不是？好，现在哎呦呦呦呦呦呦，那没关系，我们再选一个用户，选一个人 Tom 吧。 OK， 这个时候两个用的shell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看这两个用户呢？Password 先，我先给他个密码吧，一，怎么看这两个用户呢？可不可以 tell 最后一行，最后几行，两行 EDC password， 因为我们很清楚新用户一定在尾巴上出现，是吧？来，你们看看，一个用户的 shell 是 bin 下的 bash， 一个用户的 shell 是什么？ sbin no login。 好，记住啊，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东西，很多人用了一辈子都不知道到底这个 shell 在这是干什么的。 OK， 那今天你们就知道了啊。那个先试一下这两种 shell 怎么试呢？第一种笨办法就是注销，是不是注销？就是反正是要登录一遍，明白吗？笨办法啊，看我视频的时候不要过早点评，因为你想到的东西我也想到了，后面其实还有。 OK， 好，我们哪个用户没有列出来，哪个用户先来一个正常的吧，这个叫 Alice 吧，密码是什么？一，各位现在这个用户 OK 可以了吧，是不是可以登录？好像还没有出来界面啊。可以登录啊，而且他打开的程序，你看打开的终端，他这个打开的是不是就是什么打开的 shell， 是不是就是bin下的 bash 啊？然后它可以对系统进行一些管理工作吧，尽管它的权限显得不是那么大，那又怎么样？那然后我们再注销一下，好，后面这个是一个 welcome 啊，咱就不管了，好吧？然后注销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叫 Tom， 没错。好，请大家注意来看啊 ，Tom， 你们心里有数 ，Tom 是个什么 shell？Tom 是一个 low login， 他，哎呦，没进去是吧？是不是他没进去啊？对啊，他没进去，他没有 shell， 他没办法去执行那些程序，因为很多程序都是靠 shell 去执行的。那就算在那个黑色界面下，这里呢，就算在那个黑色界面下也是一样，在这里其实呢有一些快捷键可以按的，就是 Ctrl Alt 键加。比如说 F1 F2， 看 F1 回到了我们叫图形终端， F2 是什么？文本的。 F3 文本的，就是 Linux 是可以，如果你坐在电脑跟前啊，你是可以按 Ctrl Alt 加 F1 F2 F3 F4 F5 F6 去切换什么终端的，你们现在其实都可以，明白吗？但是这个只限于在电脑什么跟前，所以意义呢不大，我只是说一下。来，我们先使用什么账号登录？ Alice 试一下，密码是一 Yes， 打开了什么？告诉我打开的是什么东西，它执行的是什么程序？ Alice 执行的是什么程序？是不是就是 bin 下的 bash 这个程序？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管理系统？来，这个是终端几呢？ tty 命令是能够显示你当前的终端的。我在 Ctrl Alt 加 F2，然后使用什么登录 ？Tom， 密码是一，看好灰车啊。他没有 shell， 对不对？
无论是本地还是远程，它都登不上来，明白了吗？它都登不上来。那如果登不上来的话，是不是就不存在能够对你的系统进行管理啊？是不是这样子？那这种账号有什么用呢？这种账号当然有用。哦，密码是不是一啊？密码 root 密码不是一。稍等片刻。好，各位看，除了它以外，别着急，各位，我们还有一些方法也可以来测，就是我们马上会讲到的切换用户这个命令，杠后面加上什么 Alice， 就把身份切换成什么 Alice， 切过去没有？切过去了吧？来，我们退出，再将身份切换成什么 Tom， 那不好使，因为他说这个账号是不无效的，对不对？明白吗？也就是一句话，如果说一个用户什么，如果一个用户不能叫没有 sale， 谁说没有啊？他是不是 SB 下的 low login， 这个有，是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不可用的 sale， 他有啊，对不对？你们常规的是不是一般是这个叫 B 下的 bash，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 bash 嘛。那如果给用户一个 SB no login，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没有用的 shell， 那么这样的话用户是无法什么，用户无法登录系统，从而实现什么，这实现对系统的管理，无论是本地远程都登不上来，因为没有 shell， 对不对？那么这个账号我们刚刚讲是干嘛，有什么用啊？这个账号，这个账号的作用有好多种，比方说干嘛，能够去运行进程，仅仅是什么，比如说运行进程用，能听懂吗？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台服务器上面有好多的什么账号，往下走一点啊，你看是不是有好多，有吗？看是不是这些账号，有好多的账号，看他们实际上Nobody 是吧，还有 GDM， 这些账号实际上都没有 shell， 明白吗？他们的这个账号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去实现所谓的系统管理，仅仅是什么，作为比较进程的启动，每个进程是不是要有一个启动者，作为进程的启动用户存在。还有一个呢，比方说作为运行进程的用户，仅作为运行进程用户，还有什么？比如说访问 FTP 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个账号它虽然说不能够登录，但是它可以用来干嘛？启动进程，访问什么？这在我们看来是安全的账号，对吧？就一句话，如果说你不打算让这个账号能够干嘛？能够去实现管理，这个它就能够登录系统，是不是？实现什么？实现管理，它能够登录系统，是不是？那么一旦用户能够登录系统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账号，听好了，如果这个账号不是必须要登录系统进行管理，千万大家注意，尽量给用户一个什么效？一个是不可用的效。在我们看来呢，这种通过这种方法建立的用户是什么用户？是一种我们称之为一种安全的用户，是不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用户？当然这个系统这个用户呢，我们说过只能干嘛，只能肯定是不能够去管理系统的。那么各位，你觉得你的系统上面你建的那些账号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使用 SB no login 啊，这样的shell，它也是一个shell，明白吗？只不过这个 bash 就是说，哎，你把这个 bash 我们执行一条命令，它能够把它解释给内核吧？而 no login 呢？我解释不了，我做不了这个东西，能听明白吗？我解释不了，能听懂吗？
还有一句话，各位 Shell 是用户登录以后运行的什么第一个程序，不一定是什么是 LogLogin， 也不一定是什么 Bash。 你看啊，大家看一件事情啊，哦，我不能在这儿操作是吧，我在这儿操作，这个命令还记得吗？关机命令提过吧。好，这是不是一个程序啊？看好了，打开 EDCR 的什么 password， 我将 Alice 的那个什么 shell 改成什么，改成这个关机命令，那就相当于 Alice 只要一登录就关机，能听懂吗各位？不相信是吗？让你见识一下。看好了，我切换到黑色终端，能看到吧？然后叫什么 Alice， 密码是一啊，没关吗？还是 Alice 根本就关不了啊？没有关了啊，没有权限，那我们给 root 吧，好吧。上不去怎么办？这现在先不管上得去上不去的问题了，是在哪个地方？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命令在哪个地方，可以像上面那样 which 一下 usr 下的 sb 超级用户嘛，是吧，执行的 power off 命令，对不对？好，来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给这个超级用户一个usr sb 下的什么，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极端操作啊，我们不一定 power off， 可以 reboot 吧，可以重启啊，所以你会发现一种现象是什么，一登录就重启了，然后再登录是不是又重启了，这挺好玩的，这个啊不好玩，看着啊， root 密码是这个回车，哎呦现在关不了了啊，很尴尬啊，看来七现在做的已经七和六做的不一样了，是不是 S Linux 开着的原因啊，我来关一下看，这保护好强大，现在这在那个关了。好，因为呢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高级的机制在开启，所以呢你可能刚才没看到那个效果，这个机制叫做SE Linux 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生产环境当中，99.9%的人都会把这个机制关掉的，因为它太麻烦，它保护的太严格，就像你爸你妈，你去厕所它都要管一样，你受不了，然后你就逃脱了。嗯，先别管设置为几吧，我刚才做了一个小实验的时候是这样做的，是 set enforce 0，我只是敲了一条这样一个命令，我把用户的 shell 设置哪个 shell 了，刚才我把用户的 shell 设置为了 usr 下的 sbin 下的 power off 是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没有， shell 是什么东西，用户他登录成功以后执行的第一个程序，对不对？你给他 bash， 那他就执行什么？登录 bash， 打开一个 bash 程序吧。你要是给他一个 power off， 那他就敢 power off， 对不对？再开，是不是？明白我说的意思吗？那你要敢给他一个叫什么？我们 which 一下 reboot 啊，在哪儿？差不多。你要给他这个 usr sbin 下的。你咋不给他给删根呢？对不对？总之 shell 用户 shell 是什么，我再问你们一遍，它是用户登录以后执行的第一个程序，一般正常的人给的是什么，如果说想用户登录，那就毫无疑问应该给什么 bash， 如果说你不想用户登录，仅仅作为一个进程的账号，或者是访问 FTP 或者邮件的账号，那你安安全全的给什么？所以大家以后见到我敲这个命令以后，不要说老师我没看懂啊，
以后我经常会敲，我说同志们，我们建个账号吧，我们建一个账号叫做3W 好吧，叫什么 S 并下的 login。 有人说老师我看不懂，那我就不管你了啊，能听懂吗？基本上我在建账号的时候我有这个原则，我如果没打算这个账号干嘛，能够登录管理，我一定给他一个 login， 以防止各种可能的问题隐患。有同学说老师别怕，就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用户上来了他又怎么样。好，我想说的是在 CentOS 5和6的年代，黑客有超过10种方法把那个权限从普通用户瞬间变成超级用户，明白吗？他运行一个程序，那7是不是也不敢保证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锁上门，只让那些该什么该进来的人进来，是不是可以了？所以我们要严格的把守这个关口。换句话说，各位看，有一条命令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grep 以什么，以 bash 结尾的，明白？从 etc 里面找到以 bash 结尾的，一看，哇，这么多，这可怕啊！这个是不是 root 我就忍呢？怎么还有 tom， 还有呼呼，还有羊，还有 user 01呢？赶快把他们那些不该用的用户什么给他们改过来，能明白吗？所以尽量不要去那啥招惹这个东西。好，这条命令呢能看懂吗？好，就是过滤一下什么以，对，这么讲啊，就是有这个 bash 的人都是可怕的，是不是？他们都有机会登录啊，明白了吗？好，各位，关于 shell 这个能听懂吗？ shell 是什么？ shell 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的原始的理解，它应该像 bash 那样去管理系统，解释我们的命令吧，给内核吧。但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类，你是希望这个用户能管理吗？希望的话给正常的 bash， 对不对？不希望给什么 no login， 不要犹豫，不要疑惑，好吧？尽管书上或教案上可能在建这个账号的时候没有明确说 SP no login， 你给了绝对是对的，好吧？这是一种安全的一种机制，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 shell 它实际上是用户登录以后执行的什么第一个程序。那么有些人会做一些恶作剧，比方说把那个 shell 改成什么reboot 或者 power off 这样的一些命令，那么用户登录以后很自然的就执行什么。刚才那个 Alice 之所以没有关掉的话，也是可能是因为 S Linux 开着的原因。 OK， S Linux 关掉的话，你们可以临时的像这样去测一下啊，临时测一下。我们最后会让你看到在生产环境当中实际上什么都是关掉的，明白意思吗？好，这是 low shell， 能看懂吗？各位能看懂啊？好，扩展知识二，你们还记得吗？我问你们，我说能不能把加密算法改一改啊？能。还有呢，能不能够让用户创建完以后就直接是什么 low login 啊，免得我再什么再改一次。那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哦，现在登不上去了吧？现在登不上去了。现在，我现在只能是 Alice 登录了。哦，没关系，因为现在那个 S Linux 是开着的。因为刚才那个关是，只是一个临时关闭，好吧？好，现在由于 S Linux 保护，他想兴风作浪，也，哎呦，虽然关不了机，但也进不去啊。好惨啊，这怎么办？用这个登录，然后一会儿 Alice 也不好使啊，你知道吗？能不能改吧？冷，没有改不了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用户应该也没戏吧？哦哇，羊呢？没关系。先交提前。
这是个事儿啊，对不对？至少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过任何东西都可以改，但是现在呢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不是，你们是看着我要改是这意思吗？哎呦我天，那顺便把破密码也说一下吧，反正在这个走到这个节骨眼上看笑话了，已经开始关机了啊。我现在至少从这个地方我想不了办法了，我就算使羊登上去它也没有权限，我想切换成root 那又得死。羊是不是有密码呀？我看羊还没那个本事打开。 Synix 现在是开着的，羊应该不会犯错吧？关键时候还是我靠谱。是什么呀？好，然后紧接着当然没有什么权限，是不是？是真的。走你，这个羊真的没有权限吗？我刚选了个什么语言，让我觉得很伤感的一种语言。 Skype 就看不出来了。我羊是不是管理员啊？当时羊不是管理员，惨了。好，没关系，我试试啊，让我试试，我切换成 root 啊。我不敢加了个小杠啊。那后面再说。哇好惨。行了，那我们就改了。开机的时候到这儿的时候是吧，我顺便把破密码也说一说。就在这个环节吧，此时此刻我们来破密码，相对破密码那个环节。按那你要记一下的话就记一下，不记就不记呢，好吧？讲过是吧？啊，太好了，那直接我按 E 了。找到 Linux 16类行，那孙大家还在记什么呀？不是讲过了吗？说是，然后在这儿呢加一个 rd.break， 看了吗？然后按 Ctrl 加 X 启动。进到这儿来了吧，然后把这个根重新挂一下啊，根现在是这个根 since root 这个位置重挂一下，是这样的讲的吗？当时你们讲的不是这种方法破密码是吗？差不多啊，这个就当是消遣一下啊。然后现在呢切换到真实目录下面去，其实现在就可以，如果想改密码就可以改了，像这样看了吗？我现在不是想改密码，我想打开那个 password 的文件。 OK Yes 来了吧，现在久违在这个地方，好惨啊。这个并下了什么 bash 保存退出 reboot 收工，看了吗？我说了没有改不了的，只不过不是这个环节，但是刚才你们都看笑话，那不行，对不对？那必须得过下。好，来视频为证。我这个内存应该给的是1G，所以说可能速度没那么快。在干什么呀？这是在
刚才有一个动作可能忘了操作了，我不知道它会对我有没有影响啊，就是在根下建一个隐藏的点儿 ，all to renable 的文件，这个我忘做了，感觉上好像出现了问题，是吧？好，我们再等它，等不了了是吗？没事儿，那我就重新来一遍。确定不行了啊？Yes， 重启没问题，你看都快关实是吧 ？E， 找到 Linux 16类行，按那个 and 键也行 ，end 到最后去 rd 点 break 是吧 ？Ctrl 加 X， 快速进入到一个模式，一二三，然后将跟 rw 逗号 remount sysroot 切换到 sysroot， 然后修改 edcr 的什么 password 的文件改过来了，然后在根下面 touch 一个点 all to relabel 的文件。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 SELinux 是什么？是开启的。但如果 SELinux 是关着的话呢，这都不用这么复杂。当然其实我现在可以顺手把 SELinux 关了，我现在可以关，对不对？当然放过它一条啊，毕竟它也是一条生命，对吧？先那个重启再说。这个小东西浪费了我这么长时间在这儿，这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把这玩意儿整成了这个叫什么 ？Power off。哦，啊，没事儿，我可以在这边讲课是吧？我还非要纠结用这个电脑。好，这个电脑让它走着好吧？让它走着，我们在这边来。大家看到。这里呢我们有两个文件，一个文件是 ETC 下的 Login 什么是 Defaults 还是 Defy 啊？应该是 Defaults， 我也不知道这个单词到底是应该是 Defaults 还是 Defy， 搞不清楚，因为前面几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应该 Defaults 默认。后面一个文件呢是 ETC 下的 Default 下的什么User ADD， 这两个文件将会影响到 User ADD 它在创建的时候的一些行为。对，就是说这两个文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决定了 User ADD 创建用户的默认的一些动作。打开就看见了，看啊 ，EDCR 的 Login Defaults 是吧？明白？回车，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选项。一，邮件目录在这儿吗？一般不改，好吧。第二呢，密码的什么？最大是59吗？可以改成30，这样的话每次创建新账号密码的有效期是不是有30啊？对不对？密码的最小几位？可以改成10，好，明白意思吗？这样用户的密码是不是就强制是10位啊？嗯，还有密码的年龄啊，不是，这是警告，警告的年，警告多长时间警告？还有呢 ，UID、GID 这些呢，我们就不用管了，啊，不用管它了啊。这是普通用户，这是我们的系统用户，系统组。然后呢，创建加目录吗 ？Yes。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大家还看不明白，这个 UMask 我们在明天讲啊，这个是077，不用管。启用加密吗？密码使用加密吗？使用哪种算法呀 ？SH512， 我们记得还有一个 SH 多少？256吧。在之前我们给大家展示过那个密码的那个
加密的算法吧，如果你改的话呢，这边就变了吧，是不是？好，那个现在同样还有一个文件是 EDCR 的 default 下的什么 user add， 这里面你看用户的家在这儿吗？是吧？用户的密码过期时间呢，要不要搞一个呢？一般不要搞。用户的 shell 是什么 shell？ 如果说你现在把它改成 sbin 下的 low login， 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啊，我说的这样的话，你以后新建账号，比方说狗狗吧，是吧？那么这个狗狗这位兄弟他的密码就是，不是密码，是 sb no login， 看到吗？那有时候那我要就想要有正常有效的怎么办呢？狗狗一呢？那你指喽，你指一个bin下的什么 bash 是不是也可以呢？哦，狗狗一还存在了，这家伙啊，好吧，存在就存在，没事，存在啊，是指的是存在啊，它的加目录存在。好，看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文件是会影响到 user add 它做出的什么这个决定，或者它的一个默认行为。一般我们这里面呢，如果要调的话呢，可能最多就调这儿了，对不对？一般不会碰它。那你把算法改 low 一点干嘛呀，对不对？没必要吧。好，下面这块呢纯粹是给大家一个纯粹的是一个扩展知识。下面这块啊，什么东西呢？密码的关于密码年龄的一个事儿。大家看这条命令，这个命令我跟大家讲啊，用的很少很少很少，好吧？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或者知道一下 change 杠 m， m 是什么意思？这儿 m 是什么意思？设置它的什么最小密码存活时间。那零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可以随时死随时改，它一天都不用活过。如果你设了五的话，指的是这个密码最少得保持什么五天，五天以内不让改吧。你设为零表示，哎，你随时改，他随时可以死，他零岁都可以，看到吗？杠大 M 九十什么意思呢？看这儿，大 M 九十什么意思？最大，是不是最大？杠 D 是不是改他的最近改密码的时间？杠 W 是警告，杠还有杠什么？杠 I 非交互。那这里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你看 D0 是什么意思？ D0 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强制在下一次登录的时候强制它要改密码，就是它的密码相当于从来都没改过。零正常的话是不是应该是一万七千多天了，已经零的话表示这个密码它从来没改过，那就上来就要求它改密码。OK， 所以这个表示这句话叫什么意思？强制用户在下一次登录时干嘛？这个密码。你看下面我有这个示例，看了吗？建了一个猫猫一百，是吧？我给他一个密码多少？一二三四五六。当然，你要是听不懂这个命令的话，看不懂这个命令的话，你可以常规改一下密码，好吧？改成多少？一二三四五六，相当于我现在作为管理员，我给他了一个什么？给大家了一个初始密码，就是说我告诉各位，我说，哎，你们每个人的密码都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六哦，你们下去以后都干嘛？改一下。但有些人是不是有可能他不改啊？他不改的话，是不是就会有问题啊？现在我假如说你们这四五个管理员，我给你们每个人建了一个账号，然后我告诉你们说，你们账号都是你们的名字，然后密码呢，初始密码都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你们下去以后赶快什么，改一下。但有些人就不改，知道吗？他不改会怎么样？不改他如果使用，他一登上去，他使用没问题。这样的话，别人是不是就知道他的密码了？所以我们可以强制他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怎么做？这个是怎么达到的呢？就是将他的密码
最后一次修改密码的时间设为什么？零，就相当于他从来就没改过密码。能听懂吗？啊？你看看效果好吧，看效果啊，这个是密码多少的？好，现在不会再像刚才那么惨了吧？好，已经回到了主题上了啊。来，请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只是一个小 case 啊。好，这边新建个用户叫做猫猫，应该没有这个用户是吧？我现在给他一个密码，比如猫猫，密码一，这是初始密码，明白吗？然后这个用户其实如果现在不管他的话，他就能够使用这个一用一辈子，是不是？而且他的密码的最后修改时间，你们看一下 ，EDCR 的 shadow， 是不是今天？相当于是今天，就是1970年1月1号到现在的今天，我使用 change edge 杠 d 零，谁啊？猫猫是这么写的吗？好，猫猫。这样的话，你观察一下，它变成了几？零，是变成零啊？其实你也可以手动改一下。然后我们现在使用猫猫来登一下，看看啊，切个终端，猫猫，密码几？一，看到了吗？他说你密码过期了，就是你不是，他说不是过期了，他说你的密码没有改过，从来就没有改过，所以 root 会强制你去改密码，是不是？好，设一个密码。至于设什么密码呢，我就不设置了，因为普通用户设密码挺难为情的，是吧？挺那个纠结的一种方式，明白了吗，各位？这就是这两个知识点的一个概念。下面这两个知识点呢，纯粹是作为了解，明白吗？不是说非得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会动这儿的，很多时候也是不是无聊的去改用户的密码的一些信息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其实你还有权利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给你让大家见识一下。我新建一个用户叫做猪猪，请问大家他的家在哪儿？是不是 home 下的猪猪？请告诉我他家里现在有什么？有什么没有？有没有？那你看错了，有啊，有东西啊。你看这几个很明显是什么？什么 bash 吧？什么 bash 吧？什么 bash 吧？你再看，我现在切换成什么？猪猪。一切都是正常的，提示符什么的是不是都正常的？我怎么做呢？把猪猪家里面的那个点 bash 开头的文件都给它什么干掉，注意到了吗？是不是看到了没有？这个没有报绝对的错，这个只是说提示符什么的都不对了，对吧？为什么提示符不对？因为提示符的那些设置都是在那几个文件当中，就这几个文件都跟我们的 bash 有关系，明白吗？现在你把这几个文件删了，是不是它就成这个效果了？你照常能用，但是呢用的很别扭，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以后你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大家得知道一件事儿，新建的用户家里面是不是默认就这几个文件？那他们是哪来的呢？是这儿，是哪来的？这儿没写吗？是哪个地方来的呢？就是新建的用户，他们创建好以后，是不是就有那些文件啊？因为是在这个位置，新建的用户会从这里面把所有文件拷过去，明白吗？所以现在刚才我们那个叫什么用户？猪猪那个用户是不是已经没有这几个文件了？就导致他的那个 shell 的那个界面呢，环境是不是就已经烂兮兮的了？相当于，我们可以怎么做？把 edc scale 下的什么点 bash 星给那个 home 下的猪猪什么拷到他家里面去。好，一切又回到了最自然的状态，明白了吗？好，我讲这个话就是告诉你，其实刚才那个也不是错，只不过是把那个 bash 的一些环境文件被你什么
本来是应该，就本来应该每一个用户新建的时候会给你陪嫁一套赠送一套是吧，结果你丢了，那就再置办一套， OK 是不是可以了，能听懂吗各位？好，这些都是一些小技巧，可能你一辈子了用上了也就几次，但是遇上了呢也不要感到慌张，好吧。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也不要把它说作为特别去理解什么东西啊，这都是一些扩展知识，都是可能会遇到，但是呢遇到了几率就跟你能够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女孩一样，几率是很小的。